蟑螂啊，哒哒哒，蟑螂，哎，有个平板，我知道了，啥了？赫格，为啥？蟑螂两只蟑螂又这样，虫王都加入我毒虫教吧。虫王，你拍的人，我操作的。虫王，这有密码啊？耶，没有，开不开？开不开？无意拾遗。书上有啥线索？小径分叉的花园。飞鱼啊。鲱鱼罐头啊，还有臭酸，啥意思？麻将桌，麻将。胡子牌看一下，他胡，这个人胡的，胡北风，这个人胡了，他赢了一把大的，急眼了，三个人把他干掉了。哎，肯定是因为他赢了，他赢牌了。哎，他胡的是北风，北风，北风，湖北，这个人是湖北人，湖北人，哎，湖北，湖北人，哎。福建人，哎，福建人，安徽人，河南人，东北人，北京，那湖北呢？没有湖北啊，没有湖北人。看上面，哎哎，上面还有呢。陈赫加老舅等于五百，陈赫乘以老舅等于六二五。球陈赫等于几？老舅等于几？超哥等于几？来算一下。不，我这个让我吗？陈赫加老舅等于五百，那至少就是两二百五。要开始算数这件事情，这个屋子里的人，我算算，来来来，我先把这算了，我先把这算了，这就不在我的领域了。X 加 Y 等于五百 ，X 乘 Y 等于六二五零零，二百五乘二百五等于多少？二百五啊，对，是二百五乘二百五，就是六二五零零。邓超等于二，然后赫赫跟老舅都是二百五，二百五，是这样的。哎，真是真是，二百五，二百五二，这感觉这个题目就是为了骂我们而存在，是，对吧？对，只是为了骂我们。二百五，看这是不是二百五啊？二百五，二百五，二百五，二百。那超哥就是二啊？你看看，错了。来来，一个四五二零，哎，五零二，二，你自己看五零二，哎，五零二什么？强力胶，你看看，哎，珍稀，珍稀了，一双拖鞋，哎，什么东西？线索，啊，我来，摁一下，摁一下。哎，我知道了。哦，是不是这个房间要把灯关掉，才能看到一些东西？关灯，快！关不掉，没想到吧？这试一下拖鞋，谁能穿不得了吗？这个脚是老舅的脚。我四二的脚啊，老舅。不是我。照他那个牌子。哎，这有。哎，有。啥？鹿晗。LH。鹿晗。是吗？LH 鹿晗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鹿晗吗？还有别的吗？对，还鹿虎啊，鹿虎也是 LH 啊，也是刘欢也是啊，这个不代表什么呀、啊？反正现在箱子打开了，咱还得往别的上找，那上照片墙呢，往照片墙这看，好，这每个照片上人都不全，你知道不？排除法，是凶手在我们之中是吧？嗯。这儿少了老舅，这儿少了，难道说就是我？这北是这意思，北京的北京，北京，那就是我呀。哎，北京 LH 四二的脚，你啥也别说，你就是你，我四一般的脚，自首，真假的？我们第一轮搜证结束啊，我们到这里来陈述。投票吗？对，来吧，接下来是投票时间啊。Oh. 我们先从第一位开始发言。我觉得我就是。请问那个坏人知道自己是坏人吗？不知道。好的。对，牌是北京嘛，对吧？完了箱子里边有那个叫什么，那个 LH， 对，完了鞋码，但是拖鞋大了一点。这个而且是装在珍稀里面的。对，珍稀，对，所以我觉得我就是。
自爆了吧？嗯，自爆也行，行吧，结束了，赢了，赢了吗？大家对他有没有异议？还要发表异议的？没有呀、哎，完全没有。我，哦，老舅有异议、哎，我觉得不一定非得是小鹿，也有可能是路虎，因为 L H 嘛，你这个不可能就，对，五比五，五五开，而且路虎也住北京啊。嗯，住北京也算，北是北京，住北京也算。啊，那我是老虎 ，Tiger， baby 今晚打老虎。哎，哎呀，这有啥关系？那太勉强了，到我这太勉强了。有点关系。那这样，你这样，我觉得这样，第一轮我先报。啊、哦、啊、嗯，行。现在开始投票啊，同意鹿晗是凶手的请举手。Okay, 啊，投了。小鹿五票啊，小鹿出局啊，游戏继续。哦，啊，那就是我了啊。哦，那应该不会那么简单。大家现在发现了三条线索，其实里面还有三个线索啊。所有线索找全了之后，可能更能聚焦。其实大家已经发现了一些部分，但是没有往下推啊。鲱鱼罐头。进行第二轮搜证。鲱鱼罐头。那鲱鱼罐头就在我俩之间了，我们俩最爱吃。对，我是说它是指向性有点太强了吧。我这有个卡、啊、欢迎入住嘿嘿嘿嘿嘿酒店，冰箱里有100%甄选生牛乳的珍稀冰淇淋，请尽情享用，珍稀会帮你一起寻找真相。我拿一罐我看看有没有里面有没有线索啊、哦、这里面可能会有线索、嗯，有个哈，哎，有个哈呀，有没有？这没用，这个没用，哈没用。没，你看下面是什么？下面有鲱鱼罐头，还有这个臭酸。哎，哦，我知道了，绝对是老舅。还有起子，绝对。这儿的鞋刚刚好，完了以后老虎。北京打老虎，跟那有啥关系？完了，你还最不能吃的就是这个臭。你等会儿，我先把这个冰淇淋都打开一下，我看。对吧？他最不能吃的就是臭，就是他。走，同志们，走，把老舅投了。来，投啥呀？胡说。OK， 好了，给。胡说，开始胡说了。有好多哈，这哈对我们也有用，是不是？对。我帮你先打开啊。OK。又是五个哈，这是四个哈，你看看没哈了，少一个哈，少一哈，好，少一哈，我觉得你推理的非常好，但其实跟陆虎哥也挺合适的，嗯，对吧？对他不是他肯定要迷踪拳嘛，老舅吓得不敢来了，别胡说就开始胡投瞎投。我在这些冰淇淋里面找到四个哈，少一哈，这又代表啥？我们有五个，我们六个人，大哥，少俩呢？少两个哈，少俩，那就那个哈把那哈给那哈了，先吧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发言啊，还是从鹿晗开始。那我就老舅吧，因为你刚刚说了嘛，那个，四二鞋码刚好，嗯，对吧？穿的正舒服。完了就是那个 L H 老虎，老舅那首歌《Baby 今天刚打老虎》，嗯，完了，你看现在吃冰淇淋那个样子，像不像凶坏人？不能无端干平民，无脑干平民呢、啊？一般狼都说自己是平民。我觉得小鹿说的非常好，干掉一个是一个。对呀、啊，我就是喜欢跟票。对，同意。太随意了，咱们这游戏玩的太随意了。而且那个冰箱里的全是鲱鱼罐头和臭的，他不能吃臭的，所以他全搁冰箱里存起来了。对，这倒像我俩的事。是不是怕过期嘛，所以才放到冰箱里？对，我觉得那个是指向你俩。你这不跟我就没啥关系，那有鲱鱼罐头和那个醋精在，就明显是你俩其中的人。而且那地下两个大蟑螂，参见父王。你陈赫，虫王。然后陈赫。哦，虫王。哦。
越来越离谱了，朋友们。同意陈赫的，不对，举手，不对不对，举手，不对不对不对，我告诉赵，啥？就是你，为什么？车什么轱辘嘎啦嘎啦将军嘎啦，福州话什么？车骑嘎啦将军，我是什么仇？封一个，车骑嘎啦将军。嘎啦是什么？福州话？蟑螂、啊。对，就是你啊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你就那行。这是你的仆从，我感觉，这是你那个部门的小弟。他倒是给我起过这个名字。而且你知道你现在这个妆还真的很像那个毒虫。对，车骑嘎啦，你就是嘎啦，来投吧。好，投票同意老舅是坏人的举手。哼，无脑无脑之人。恭喜大家通过聪明人考验。哦，为什么？你就内行。哇哇哇，是吗？是这样的吗？车骑嘎啦，哎，就是刚才那个蟑螂嘎啦。